来来来来，终于该我打你们了，鸭毛追，你追，哈哈，哎哎，老哥，我打你的时候你别动，这样容易放空枪。还有一个，哈哈，哎，不敢上来了啊，这小子虚，这小子虚了。我认为这个位置是这个房子最牛逼的老六位置，他们先招惹我的，虽然说没一枪没打中我，但是我。大增光瓦亮的下下大，哎，不下了，嘿嘿嘿，就两个，也不说多来几个，哎，多来几个可能啊，我就死了，嘿嘿嘿，最多干两个我就感觉很满足，这才是真大事啊，就堵桥，哎，这才是我们最发光的时刻，哎，什么下面一人咱没人家，哎，我操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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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呜呼，哎呀，可惜我没弄着啥背劲儿啊！重要的是他停车了，停车就可以搞事情。哎，风可烟，姐的装备肯定有背景。后面别来人啊！这时候你来人，你说我舔爆，我死不足惜。没看清楚车上几个人，主要是就车停那儿，我就看下来蹦下来一个啊，不会就剩一个人吧？就没意思了啊！你最起码你弄个小满编队，不是你四个人打这个嫌多的话，来三个也行啊。好，不行，这口没封住啊，没封住了他就会，我下去捡东西能看到我，万一扫枪给我扫死怎么办？咱这么胆小的人啊，玩这个游戏就是说咱玩的是特种兵模式啊，特种兵模式。哎，什么叫特种兵模式啊？你们想一想啊，你见过那个看特种兵的电影，你们都看过，你见过哪个特种兵上去就是在一个屋里面啊，互相对枪啊，地方扫死，那不是特种兵，那傻蛋模式。特种兵模式就是，哎呀，一定要用计谋啊，阴险啊，老六啊，狗啊，把对方阴死，对不对？哈哈哈哈，我看不到人的呢，放两枪人呢。我真的阿毛都看不到。不着急啊，我这回沉住气啊，呀，他车没走，人肯定不会走，人不会走肯定等到阴我，阴我的话就是说这个烟散以后他们得筹摸一下子。我你看后面，这时候如果后面来人的话我还是很尴尬的啊，两边被兄弟，这要干什么？这往前冲了呀，不，你一个人你敢这么嚣张，你们反过来想一想，你现在看到他们这种行为叫什么行为？是不是很可笑？是不是很可笑？但他们认为自己很勇猛啊，你知道吗？游戏就是这个样子啊，自己活在自己的快乐当中。你看，他们感觉自己很勇猛，封了烟，吹着冲锋号就来了。但没想到的是，这个直接趴下了，哎，又站起来了，看还朝天上开枪呢。你这没法说，兄弟，哈哈哈！哎，这没了吧？刚才看见有东西跳了一下，不是看错了？哎，有车还没？有个车，不行，这正桥不能走，走的话可能我跟他们的遭遇是一样的。哎，我又趴下了啊，趴下，不，哎，别死，我操，老哥就是俩队友了，你不，我过不去，我没有车，中间隔个房子，这决赛圈整的我现在是，我想跟他们会个毛。咦，别慌别慌别慌，打打打打打，哎，我这算是什么行为，老哥渔翁之利吗？又一个，哦，两队钢枪，我把最后哪队搞了，现在不是最后，到时候第二队搞了，然后这队来救人。先不着急，哎，先等一下啊，他一会儿出来，哎，出来的话，他们万一出来一躲，我就可以弄死他们。计划是不是？哎，挺完美的啊！哎，快出来吧啊！出来了，我操，你出来直接往大仓跑，那家猫都没看到死。又出来一个，别着急。哎，他往右边跑了，他要死了。好，他死。哎，怎么倒了？显示被一个大狙啊一枪秒掉，那人肯定出来就，哎，我操，已经蹦过去了。哎，冒烟了，又冒烟了，完了，这俩全死个球。我操，老哥，你让我沾点荤腥行不行？那边的大狙估计最多死到手里面了，他是看不到人，枪声在那边。不行，这边进圈的话，等于说我和他们的死法是一样的呀。我跟你说，我这就是说是。看别人死多了，知道别人怎么死了，我就知道我自己怎么死了，所以说就跑，换个死法，让他们打，我在这边。哎，前面有个车，但是不要紧了啊。
哎，上头两个人在爬着，我不能打，这一打可能进不去圈。我还没在圈里啊，但我看到上头两个人跑，这时候面应该进圈了啊！你看，正上头还爬了啊，这没砍到我。好，这时候可以搞你们了，还给我嘚瑟。A 来球，哎，别站起来，别往这边跑，看不到了，又输。哎，来了个机会，别动。好，他把车打爆了，人都归我了，我得赶快跑。唯一的机会啊，能不能进圈？这个毒很快就要输。哎，我去！哎呦，好险呐！有脚步声。我操，这个毒要命，老哥，你也蹲在房子里面，你拉嘞，你兄弟，你这正毒死人呐！不管他，我得赶快走。我得小心一点啊，我怕山东人秒我。哎，看到了，山东人看到了，看不到我，没看到我。哎呀，我操！这丫狠，这打个药，这毒就过去了。这没事，不要紧，打。哎，怎么变一秒？哎，这怎么快？缩毒了啊！完了！这孙子，你丫你能进去吗？我还有个厨帅，我给你耗，我非把你毒死不行！哎，他毒死了！哎，这我也死了。